2012彰化花样时代二全国选拔大赛已经如火如荼展开喽。第一场见面会四日在高雄市梦时代广场热力展开，报名者都经过精心打扮，使出浑身解数，以争取代言彰化花卉产业的机会。入选的代言人将有机会获得最高奖金冠军50万元。初选见面会现场吸引许多民众参与。黄处长表示，今天很荣幸代表我们彰化阳光好县长卓伯远卓县长在这里跟大家问好。大家都晓得说花样时代兔又在我们彰化举办，去年的同一个时间也是在这里举办也谢谢我们高雄乡亲热情的乡亲，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到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一个好地方来观光旅游，我相信说可以留下你美好的回忆。那我们今天的一个花样时代这个选拔，我们总奖金有130万，所以如果说还没有报名的好朋友可以欢迎你在我们在现场可以接受报名。在这里我也祝福在场的各位高雄乡亲身体健康阖家平安，另外的话也祝福我们嘉义今天都能心想事成，谢谢大家，谢谢。彰化县政府为了彰化美丽花卉的形象向世界各地推广，今年举办的2012彰化花样时代二全国选拔大赛活动主要分成音乐、舞蹈及创意展演等三组，并在台湾北中南举办共三场的初选见面会，欢迎有兴趣的民众11月11日台北场及11月18日彰化场活动当天现场报名。公益频道陈文硕高雄采访报道。